有幸邀请到实力主播天赐苏晨，带领大家巡游不夜长安。这次的长安城之约，我们还请到了王者策划来到现场，与大家一起对话交流，一探峡谷秘闻，分享一手干货。而且在策划老师的分享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法，可以先将这些问题写在手中的问题卡上面。分享结束之后，我们将随机抽取问题卡，由策划老师们为大家答疑解惑。我觉得这次来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就是终于见到活的策划了。不管是 KOL 也好，还是像普通的观众也好，玩家也好，其实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很难得的，真的很难得。那对于我们去更了解王者这款游戏吗？英雄的技能在局内造成的效果呢，其实是受攻防双方的一个对抗属性和本身的一个技能参数两方面的综合影响。我们把前一者呢称之为战斗变量，这个也是大家在局内能看得到的变量，就是你打开游戏的技能面板里面看到那些物理攻击、法术攻击、暴击率、攻速，这些其实都是战斗变量。然后后一者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技能变量，就比如技能的攻击和判定大小，然后技能的射程、技能的飞行速度等，这些都是技能变量。虽然我们在局内看不到这些数字，但其实它也会切切实实的影响到技能的最终效果。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一个游戏的制造出来要从那么多的维度，可能我们只会觉得比如说打击伤害很高，貂蝉好难控刀，我们要把它砍一刀，但从今天策划讲了这么多维度，就知道一个英雄要考虑各个方面，并不是我们就是一个两个玩家从几局的对抗中体验出来的。特别是一开始他讲了很多就是一些游戏的一些设计理念啊，比如英雄啊该怎么设计啊之类的。对，其实来说就是也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了解到这方面的东西，然后通过这么一次活动的话，就是对你们设计游戏的这块的话会更了解一些，也会站在你们的立场去想一些问题啊之类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是大部分玩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不同的皮肤到底对英雄有没有实际的影响？啊，想请两位策划。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能让王者荣耀的玩家和策划零距离的沟通，让玩家的心声能第一时间传到策划那里，然后策划能给一个很好的反馈或者是解决。我觉得这样的一款游戏才能走得更长远。是绝对没有的，就是比如说每一个皮肤和包括它的原皮和皮肤，他们所每一个英雄它的一些技能的一些伤害，然后包括说技能的一些碰撞框大小，它的一些判定范围，每一个皮肤其实他们都是走的同一套逻辑，然后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有玩家问策划大大，英雄技能相关的描述太过于繁琐，描述与实际情况呢不一致等问题，想问问策划大大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一个能听取，就是作为尤其作为一个用户数量这么高，然后日活数量这么大，下载量这么高的一个游戏，愿意就是开诚布公的去听取玩家的建议和想法，首先说明这个游戏它就是一直是尊重玩家的，其次呢它有保持一个进步的动力，就是策划这个事情它不可能有完美的时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需要一直的去跟一线的玩家多交流，然后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完善这个游戏。平时自己都很少会去研究一些数值啊各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一次看到了很多平时我只是玩游戏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还是挺有收获的。对我们视频作者或者玩家能跟策划交流，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拉近我们本身两者之间矛盾的一个事情。其实他就是要把很多游戏的不同的多样面要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其实看到只是冰山上的东西，冰山下面是非常庞大的。本次峡谷五 v 五实行小组赛制，由长安战队和上元战队两个战队进行比赛，比赛赛制为 BO3 五 v 五赛制，两个战队各选取三支队伍作为团队参与到比赛中。赵云直接进龙坑里面，这个龙抢到了，赵云抢到了，赵云反手放大招，这边怎么能换掉？这边干将收掉了对面一个人，干将一个人面对三个人的围剿，哪吒直接强飞，飞了。挺紧张的吧，跟平时打排位啊、打巅峰赛甚至赛高分都比不了这种感觉。来了，二打一，打残铁大陆往回收，大残特别残，
让被前面解决伤害，虞姬后方输出环境还不错，有人能切到这个孙尚香，孙尚香的输出环境非常好。哪吒看将进场，看将收到对方的人，赵云再次进场，上路的话有一波兵线，两波兵线，赵云再次进场，哇，这个赵云，这个赵云真的是好顶啊，七进七出，干将强位置被逼开了，沈梦溪能守住吗？沈梦溪出了一个金身，但是一个兵线，兵线换了一手复活甲，没有什么卵用。恭喜我们战队！这种比赛和我们平常在家玩的比赛，其实最大的就是现场的氛围吧，真的感觉是在打一场电竞一样，这种非常舒服的氛围和在家自己玩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次线下打比赛嘛，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不免一些有很多人都很紧张，肯定是要紧张的，因为这个东西跟平时在家里打是不一样的。当时的心情估计虚压都上来了吧。然后第二组是41、46天赐，然后还有35和57。这次比赛战术打的，我觉得打苏晨的那支队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边马超带着复活甲往里面冲进去了，他们想我这边输了大招，可惜空了呀。这两个人的排血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四个人还是有点难受的。第二场比赛的话，一看就是非常高水平。就我自己是一个很菜的，我是一个永恒钻石啊，这种感觉，不钻石都算不上。但是我看他们的一些内容，我就明显感到，哎，我换了我绝对不敢这么操作。但是他们就是那种一直在丝血反杀，然后直接蹭你，然后我就血已经特别少了，我就引诱着你来干我，然后结果我带着我的团队一口气把你们就全部打翻在地。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就是红方是大劣势，蓝方基本上有很多个塔，然后红方就只剩下二塔了，但是就一波流里面直接拆了两个塔，连带拆水晶，然后等于是有两波的团战都能够直接接下来，我觉得这点特别厉害。红色大龙能打下来，但是团怎么办？团怎么办？这边打野在疯狂的飞来飞去，谁死了？哎，没有死，非常打得非常激烈，一点不给我们解说的面子。哦，残血的剑杀了这个武则天，这要反推吗？还剩一个，把兵线清了，赵云还有一个，兵线怎么说这波？这波两个人一直在拆塔，干将一直在拆塔，干将，让我们恭喜长安战队，让我们恭喜长安战队。王者荣耀的魅力在于它是一款5v5的竞技游戏，因为玩这个游戏嘛，大家都是想着赢，有一个团队合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就是尽量不要轻言放弃，就不到水晶爆炸的最后一刻都还是有希望的。每一个队员，每一个选手，甚至每一个参与游戏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这个观众啊，爱好者也好，每一个人都是这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最好看的或者最完美的一幅图画。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吸引我的或者说最有魅力的就是可以一起去战斗。我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但玩这个游戏我很快乐，但同时我也很不开心，然后我对他又爱又恨，就恨他每次都给我安排那样的队友。就是我可能长时间去没有碰这个游戏以后，我觉得啊，我把它卸载掉，但是我卸载王者100次会把它装回来100次。我和我女朋友就是也算是打王者认识的嘛，因为那个时候做视频，然后做视频她也是我的粉丝，就是后来就是交流嘛，就是每天聊聊天，一起打打游戏，后来就熟了之后就在一块了，就是后来就见面了嘛，也算是网恋。对，王者完之后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就是今年就准备办婚礼了。因为王者荣耀所以大家才认识我的呀，王者荣耀给我的就是我终于我可以在我的兴趣范围内去做我工作上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我的工作，王者荣耀就是我的兴趣。我觉得玩游戏应该是我们这一个年纪的男性里面最健康的一种休闲方式。玩王者荣耀你可以很快的就跟周围的人可以关系可以变得更好，我会觉得尤其是跟你身边的人一起玩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越玩你们的就是关系会越深。王者荣耀对我的意义的话，就可能就不像大家平时就只是把它当作游戏，因为它现在呢已经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所有几乎都是它，它带给我的改变，所以它对我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王者荣耀对于我而言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就是喜欢玩，它可以让我认识到很多
特好的朋友，和朋友一起战斗，就感觉特别好，这种感觉特别好。王者荣耀可以说是陪伴我的整个青春，它的一些人物也让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些的了解。我希望王者荣耀能在弘扬中国文化上继续更加努力，做得越来越好。我这几年人生中就是交友的一个平台，一个它不光算是一个游戏啊，它陪伴了我大学时间的成长，现在还在陪伴着我踏入到社会工作以后的一个生活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我在看着它成长，它同时也在陪伴着我成长。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个词应该是王者荣耀之于我的意义。